教招，国防部证实了退伍编管已经从原本的8年延长到12年。而最近有人吐车过8年了，发现说已经好像到了要教育召集的时间，也质疑后备政策是不是赶赴。那么后备指挥部澄清了，其实今年初啊就已经解除了退伍编管8年的政策，已经延到12年了，对象就是8年之内教招没有满4次的军事官。 民众排队站在马路旁，朝着经过的垃圾车空抛垃圾。那么有的人有瞄准车走去丢，但是有的人没有丢准。影片拍摄者还附注说，这是在当地每天上演的街头比赛，因为好多人不愿意等车停下来定点丢垃圾，就这么做了。车一边走，他们一边丢。担心女男子呢把垃圾不小心丢到队上的车道了，但还冒险去捡。当时旁边还有车辆经过呢，环保局人员提醒，垃圾飞落地面造成污染，可罚1200。 亚洲电台一日一夜新闻，每日一壶掌握时事脉动。冬夜不思乡浓的咖啡，在冰天早晨，强身活滋味。一道温暖的阳光，一首质量心情的好歌，就是每天早上阿露为你精心准备的音乐特调。 最爱九二七就是爱亚洲电台。虽然早已经从瑞恩蒂儿毕业了，但始终不会忘记的。 是在瑞恩蒂儿学习的那段快乐时光。现在我在瑞恩蒂儿看到了更多小朋友的笑容，更加确信选择瑞恩蒂儿就是快乐成长的开始，多元学习的开始。来自瑞恩蒂儿幼儿园，有一种风格是善待努力生活的自己。用风服5688联名卡绑定台湾大车队 APP， 回馈，发车当日1般消费更加拿到其他超给力！日常消费1卡搞定，用风5688联名卡，生活最百搭。提升理财信用绩效，电话信用利率年息20%，4%到15%，预借现金手续费为1.5%，加上5%加5%，加上5%元，其他费用请至永丰银行分行查询。汪汪汪汪！喵喵喵喵！这辈子除了爱我的主人，就是爱中原宠物家族了。中原宠物家族有个性宠物百货用品，园林动物医院，宠物美容师，还有可爱的小猫咪、小狗狗。现在还多样性。 哎，太厉害了！这个，哇！嗯。现金补助开不了口，24小时年终大户，每万元月薪250，无限车龄免头车，0334931117。想登记，请上专人联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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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联
Yeah.
账号啦。三点了，我干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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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冒了。呀，你这个，你感冒了。你的 friend 那个三星有感冒，你啊一样，你那个阿咪全部搞掉了。